今天教大家做一道烤鸡鸡肉丝干拌面。前几天我们去吃瓮窑鸡，那带回来之后就把它放冰箱，时间过了之后就忘记了，冰冰的，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想吃又觉得不好吃，那丢掉又觉得可惜。后来我就想说，把这个鸡肉丝，我们把它撕成一丝一丝的，我们勤俭持家嘛，食物不浪费，那再来做这个拌面。继续呢，就教大家来做这道料理。好吃。